面有什么锅底啊？锅底啊，鸳鸯的吧？鸳鸯的，在我们这里没有点的鸳鸯锅，吃的不是你香口。红汤啊？对呀，我微微辣的可以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走吧。小姐，我想问你啊，我们来重庆不就应该吃这个重庆火锅吗？那你今天怎么说要带我来吃这个串串香？其实我自己会觉得，现在即使是像在北京，也可以吃到相当不错的火锅。然后今天我想请你来吃一家我觉得很好吃、很老牌的串串店，一定会有你之前没有吃过的奇奇怪怪的菜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点菜。哎，你刚刚叫服务员叫什么？凉凉。凉凉，为什么叫凉凉？就是阿姨。哦，凉凉是阿姨。重庆话的阿姨。哦。所以说，在重庆这边叫服务员都叫凉凉凉凉，他们就会来了。10-20秒。哦，10-20秒。对，然后你就站在那边。哦。放哪？不是，它那个味道特别强。然后怎么样？这个干碟辣。干碟辣吗？辣。那我会先不吃不沾的，还是一定要沾？一定要沾。然后嘞？然后就吃了。这样子吗？烫不烫？烫。来喽！辣吗？辣吗？辣吗？好像有点辣。凉凉，来两碗冰粉儿。凉虾是什么？你放哪里去了？凉虾跟虾有关系吗？海鲜吗？冰镇的虾。冰镇的虾。凉虾。那长得像虾。哪里像虾？哎呀，什么感觉啊？哪那么夸张，好好吃啊！哇，瞬间就飞了！动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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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就软软绵绵的，对，嫩嫩，但是不知道，我只要想到它是猪的脑，我就